Hello， 我是佩佩老师，今天要教大家利用行板来彩绘。可以使用书局就买得到材质较硬的，像吸卡纸或灰卡纸，剪下你设计的形状，制作成染板。我们可以先用纸胶带将行板固定，然后用海绵沾取适当的颜料压印。外围可以用小块的纸板剪出你喜欢的形状，制作成行板，或者是画上你喜欢的图案也是可以哦。完成的袋子可以装书，当妈妈的环保购物袋，装猫是不是很环保又实用呢？